真的也无心呐、啊，真无心的哦，就希望大家圆满就好，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哈、哦，都是好朋友。然后，如果明知道他还在做，我是不会，因为阿伯的缺什么啊，没有缺什么，没有，不会去给人家的时间呐、啊，八竿子都没想到这是胡瓜的节目，真没想到哦，所以我只是单纯的搬个家啊，然后做节目，因为我说了嘛，开开停停，常常有的事，我都觉得这是常态，对电视台来讲真的是常态，然后我就是。努力做节目而已啊，别的没想，我都这个年龄了，然后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离家近啊，就离我家走路五分钟就到，就是什么东西忘了拿，直接转个弯还可以带回家，跑去回家去拿，就纯粹是吼、哦、年纪大就觉得哎呀轻松哦，轻松做节目哦啊。真的是，也感谢，也是对我的厚爱哦，让我有这样的好机会、好时段，而且给我一个很棒的舞台哦，那个舞台的，就是设计啊、布置啊，也都是非常棒的这样子。那个其他的，我就是认真做节目，真不知道。哎，有去哦，有去爱到别人，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哦。我们这个年龄啊，就是凡事追求那个圆满，就希望圆满哦。真的也无心呐、啊，真无心的哦，就希望大家圆满就好。其余就是不要讲啊，哎呀，也不懂得该怎么说，我真的就，我真不知道啦，因为我们都是好朋友哈，都是好朋友。然后，如果明知道他还在做，我是不会，因为阿伯的缺什么啊，没有缺什么，没有，不会去给人家的时间呐，因为我们真的是，哦，几十年的革命情感了哈，那。事情已发展至此，希望大家圆满哦。